자전거 인증. 他不用看，就是给我们看了。哦，镜子是给我们看的。对，做龙袍。好的，就是第一个做龙袍做什么？做龙袍。对。一天能吃多长啊？一天只能吃一串。一天只能吃一串啊？啊，我们。 哇塞！展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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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很多人不从事这个嘛，第一个辛苦，第二个年龄大了眼睛也看不清，做不了。这个要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啊？大概三年到五年吧。3年到5年啊？ 上面那个图案全部弄到好的话卖多少钱呢？这个图案是一个小作品，一次性制作三个，看它几样脸看出来了。里面还有好多。下面有三个。嗯，对。是一起弄的。一次性制三个。一次性制三个。这个一推一推的。那你们这都是公司性质的吗？啊？现在都是公司性质的吗？不是，都是公司的。 那一个卖多少钱呢？嗯，你现在知道？2-3千块钱。2-3千块钱。这个图一张图做出来要多长时间啊？就这个。这个可能要几天？几天？一般的这个都。那
那上面那位女士她会和你这样做吗？就是配合完成一下。我知道你是配合，我说就是她也会从事你这个工作吗？不一样的工艺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只是把它压紧实了吗？这个东西？哦，是这样。我说干嘛推来推去？这个线都是丝的，是吧？没有光泽。在不停地动，光这个机器的运作程序就很复杂。所有的线都是细线。师傅，您做这个做多长时间了？十几年。师傅应该是祖传的还是？师傅教的。师傅教的。复杂的结构。您这每天工作就是这个是吧？对，就是上面那边，应该是。是，他那个多少上下的嘛？上面的，然后一抬开，然后来顺着，对吧？上面抬抬又放嘛，还手机啊。是的，不错。